明显快，他快，他快，小林快。目前小林已经领先，小林已经到了150下，他没有任何的浪费的动作，他的节奏非常好。这一面墙上的1000盏灯，我们分成了5块，小林已经完成了其中1块，200下锅了。换。哇，小林现在在速度上仍然还是领先我们的另外的五名冠军，在挑战的过程中目前达到了275下，小林已经300下过。哇，小林现在是330，小林要合理的科学的分配他的体力和速度。小林马上就要到400了，还剩下20个，400换。加油加油加油，看看现在挑战者能否追上小林的速度，因为小林现在的体力确实已经到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极点，500下了，小林已经过半了。我们的挑战者现在速度好像也慢慢追上来了，还落后10个左右。哎呦哎呦，换。哇，小林仍然在稳步前进，他的失误率几乎为零，我好像真的没有看到小林中间停下来过。小林700下，加油，还有最后300下，我们的冠军队也在奋起直追，目前冠军队已经达到了700下，小林快770了，780、790、800。好，加油，啊，肯定赢了，他的灯泡很快就要到达1000下了。我的天，小林加油，加油，880，加油，加油，890，900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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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900，加油。还是停了一下，加油加油加油，陈小林挑